阿聯酋同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之後，兩國恢復電話通訊服務。以色列同阿聯酋嘅外長星期日通電話，正式啟動兩國之間嘅電話服務。兩個人並希望早日會面。會聯社報導，自上個禮拜四以嚟，迪拜嘅記者多次嘗試同以色列耶路撒冷嘅同事講電話，但係唔成功。去到星期日下晝，可以透過固網電話同手提電話聯絡。至於原本被阿聯酋封鎖嘅以色列新聞機構網站，同日起亦都開放俾民眾瀏覽。